觉得再怎么辛苦，这个过程都是甜蜜的。因为如果可以把海军娶回家，我觉得再怎么辛苦的代价都是 OK 的。对对对对，但我觉得重点是我们两个对真心相爱，所以 OK 克服一切。对，连天气都可以克服。你看外面晴空万里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有看到电视在直播 SNG 现场的所有亲朋好友。从花莲的你还是可以赶快搭火车过来，还来得及。回来，我们等你们到了之后再开桌。对，高雄的朋友，对对对，南部的朋友，进来哦。台风可能是国外的朋友，就是比如说是今天早上的班机，或是下午要赶快来班机，可能取消的有几个打电话来，他们说可能因为班机都取消，所以没办法赶到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大。啊，会不会啦？怎么会更大？朋友来现场祝福，就是最好的这个对。也我觉得来现场是比较实际，对对，我比较希望他们来现场。紧张吗？哎，其实不瞒各位说，这是我出道以来最紧张的一次，就一直发抖。对，吴克群今天我们早上迎娶，他就跟我旁边跟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很紧张？你就跟定位哦。”都看得出来吗？我看得出来，对，所以连吴克群都说我紧张了，对对对，还有旁边这个主持综艺小天王也看得出来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难得看到 No 哥很正经的样子，今天是我看到这辈子最正经的样子，对，所以我很替他开心的，因为这一对新人，我真的觉得从认识他们开始，就心里面一直觉得说哇，好配好配哦，赶快结婚吧。然后想不到这个梦实现了，这样，所以衷心的祝福，百年好合。我早上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，因为在拜别父母的时候，所以我怕我现在多讲一些话的时候会忍不住又感动又落泪，会影响到今天林丽老师帮我画的美美的妆。但是我还是要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跟 NONO 的婚礼，谢谢你们。对，谢谢。